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讲这部《楞严经》啊，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二天咯，也就是第二集。那么，昨有人打电话问我啦，讲哦，昨为安怎呢？正点钟一刹那间就过去啊啦。讲理由真简单，因为你听甲一心不乱，你听甲无杂思妄想，所以虽然短短的一点钟呢，也如同一刹那呢。恭喜你，恭喜你听经听入神，听甲呢无杂思妄想，一心不乱的现象啦。你注意清楚吼，所以长一个去问我啦。那么咱为由来这个正题啊，注意听好。楞严经也就是呢，总共呢有这个十卷呐，有61000语言，讲说不尽呐。那么今仔日在这个百忙的当中抽出时间呢，先来演讲第5卷加第6卷呐。等候将来有时间的时阵，再继续宣讲呢，前后。诶，这4卷就对，也就是头前4卷，后壁4卷，数着庄严解脱的楞严无上大法，早一日会当圆满演讲成就，普利人天呢、啊？哦，注意听得有清楚哦。那么楞严经前前后后呢，佛陀讲了有10卷就对，前后呢有60000几句呢。哦，无算少咯。所以也就是为安怎呢？自古以来，真济人足爱读诵《楞严经》，研究《楞严经》，演讲《楞严经》，以《楞严经》行持理由呢？那详细要讲啊，诸位啊，讲2-3冬讲未完呐、啊。过去有一个法师呢，讲将近要10冬呢。刷要10多位讲未完，你若详细讲，讲个跨去哦，卖讲10冬啦，5冬、10冬、15冬都讲未了。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，确实楞严经非常广阔，何况如本法师呢？佮讲经唔是凊彩讲讲的，而引经引论，予大家有一个交代，听甲法喜充满，佮人人听有，大家都佮分明啊。所以我讲经比较讲起，那世间难讲，那世间话叫较沉默啦。不过沉默有沉默好处，较细腻，讲较足详细，互人人听有。那听无就阁讲，讲较听有为止安尼啊。因为讲经啊讲较互听无，我讲免人啊呢。讲经啊讲较人听无，会当收单啦。来讲较人听有呢。所以在我的心目中，我认为讲讲经爱讲个人听有，这才是根本的原则。那讲个人听无呢？我要也注意讲一句话，唔免讲啊啦，浪费一点钟一时段费呢，了钱了时间，安尼不要紧，佮家己耽误修行时间，佮浪费别人的时间呢。经爱讲个人听有，这第一原则。讲甲人听有，唔是讲你讲了伤过浅，安尼讲就唔对。因你专有名词个解说，解说甲人人听有啊。每一人唔是讲有学足久啊，有多初发什么尔哩？
所以有人讲讲经讲互听无，叫做熬讲讲了深，我讲讲唔对去啊。讲这人咱是分段，无爱甲专有名词解释，无爱甲专有名词解释，当然人听无啊。我讲一句话，看你听有无啦。哦，佛具足有四无所谓，佛有十力，十八不强法。请这问注意，在座一会千外外人，恁敢听有？佛有十八不强法，十力四无所谓，人人拢听无。听无，唔是讲讲了深。我讲演讲的人呢，伊分段难事，爱掠伊关十档，判十档就对了。那么，咱来解说专有名词啊。讲到人人听有，唔再叫做恭敬的意思。那无为者叫别人亲人去看就好啊。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日本呢，自古以来讲经说法十外档呢。那么，伫电视讲经说法，一向一个最大原则，我做骨力，骨力是啥？骨力甲这专有名词一一甲解说，解说甲段落分明。勘占清楚，予人人听有，听甲发喜充满，得到佛法实际上的好处。安尼恭敬唔才有意思，诸位你讲敢毋是咧？无唔对啊！所以呢，总讲一句，《楞严经》是相当深的道理啊。哦，所以《楞严经》真深啊。那么若无详细讲，哦，该细腻的讲。哦，甲专有名词甲跳开，哦，大家拢听有呢。不然话者，龟口走啊，有法度甲《楞严经》相应呢。在这状况之下，《楞严经》既然是真广阔、真深的道理，又够十卷呢。所以呢，日本专程呢，利用有闲的时阵，那么抽时间出来演讲《楞严经》。那么我就将这第五卷甲第六卷呢，先提出来甲注意报告来演讲。那么等下有一天我若有较闲的时阵啊，再将这《楞严经》的头前四卷甲后壁的四卷呢，再继续搁甲演讲落去，或者庄严解脱的《楞严经》的大法呢，会当展现伫大家头前的对，和大家当圆满了解《楞严经》。我用意在这所在，那么注意唔好烦恼讲，你讲第五卷、第六卷，那么前四卷、后四卷，俺就听不到啊。这道理后边再讲，因为人生无常啊。哦，日本话世间唔知偌久，三人也唔敢保证啊。所以讲这中心点呢，伊骨髓，哦，伊精华呢，这二十五万通全部甲讲完后边。以后再讲呢，后摆有时间再去讲。那么因为经啊，前后拢总有伊精彩的所在。哦，中有中的意义，头前有头前的意义，后边有后边意义啊。所以呢，咱佛教讲一句话，佛法呢，中边皆点呐。哦，中嘛点，上边边嘛点，你也看哦。佛说四十二种经呢，伊就安尼讲啊。佛言：学佛道者，佛所言说，皆应信顺。譬如十密啊，中边皆点，五经应义。你注意看啊，真清楚哦。所以佛祖伊安尼讲啊，讲学佛的人，学如来正法啊。那么如来所讲的言教呢，每一句话都是教咱如何在生死流转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涅槃解脱的方便文以外呢，讲经就是要你开悟就对啦，就是要你开悟证果成佛的呀。那么佛陀所讲的每一言每一句前中后呢，你要个相信，要顺入。叫信顺啊，哎，依教奉行啊，哎，最后拢总会当互你成就佛道，满意愿就对。就亲像讲一点的蜜啊，蜜蜂的蜂蜜就对啦。那咧芳蜜无吼，哎，你注意听好哦。这芳蜜一点呢，伊中下甜，
正手边也甜，倒手边也甜，叫做中边皆甜呐。伊讲我如来的道理呢，也同款。头啊有头啊的道理，后边后边道理，中有中的道理。哦，啊那阵就一个乖啊呢，金乖啊，甲剁做三层呢，每一层拢种金啊就对。我如来的真理呢，中间啊后边拢种会当万里开悟证据。所以呢，只要你以如来一个了义的道理，安尼落去修呢，你必然能圆满的佛道啊。这也就是如本呢，利用这个闲的时阵，专程演讲《楞严经》，因为时间真无够用，所以专程抽第五关、第六关呢来演讲落啊。因为第五关、第六关呢，是讲出了25位的大阿罗汉甲大菩萨。伊在因地修行开悟证果的理论甲立场呢，全部大公无私呢，甲讲出来，互咱大家会当满足咱的疑惑呢，互咱呢每一人会当找出一个你理想、你喜欢的法门呢，个个呢以个人的方法来修，你有一天来开悟证果啊！你注意清楚吼，好，注意去听好，听好哦。大佛顶修楞严经，全部应供应当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修楞严经，简单称为楞严经、修楞严经、大佛顶经。这是东调天地沙门波拉密提翻译。共有十卷，是大乘佛教主要经典之一。你注意看了清楚，有明辨哦。那么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啊，伊这是简称啊。那全部完满念甲了呢，是啰啰等等啰啰呢。甲到我无念一遍啊，《楞严经》是简单的称呼。哦，那全部要把这经地念甲完呢？吼，15多字咧，安怎念？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，诸菩萨万行修楞严经。吼，有这句无啊？非常这句。所以古来高僧大德啥简称叫做啥？楞严经、修楞严经、大佛顶经。你注意明辨吼，遐尼济简称个内底，我都以一个名称来称呼，叫做楞严经呐。这也就是传统上每一个佛的弟子平常时所念的经题，叫做楞严经。我要讲的经题就是这里啊。好，注意听好。那么楞严经当然这是梵文呐。梵文的当中，一定的每一人人人看无哦。只要是台湾人啊，你讲北京语也好，讲闽南语也好，上海话也好，你无在调来看这梵文啊，即嘛讲叫印度话啊。哦，那么你看无时啊，你要如何了解经典、深入经藏呢？无法度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翻译的人。那么翻译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东调有一个出家的沙门啊，一个出家众，叫做波拉密提、波拉密蒂啊，伊所翻译的。那么本经前后都有十卷啊。那么这十卷的楞严经是属于大乘佛教内底主要经典之一咯，足要紧的。哦，好，注意听好。我现在要渐渐进入讲这个经题，注意听下。在阿未讲经题之前，咱这部《楞严经》伊的题材呢，一定爱甲伊组织讲一下。《楞严经》伊题材伊的组织是怎样有一个款的形成呢？这是每一个佛的弟子所关心的所在。因为啊，每一部经有一部经。伊这个体裁，甲伊组织的方式，
那么现在我将这楞严经伊体材组织呢，作为简单几句的报告，和大家以后看这部经的时，较省力，唔免动作就脑筋。那么注意听好哦，楞严经是照着阿难尊者依着释迦牟尼佛呢，也一文一答，全面全来参用佛学中有关着本体、人生、宇宙、生死流转、涅槃幻灭等特殊的问题啦。强调大地有情皆具有菩提妙明本性，但却对于种种无明梦想中，无法度脱离生死的轮回，因此呢，必须要依赖戒定慧来破除各种颠倒邪见，净化无尽失的妄念，专精深入浅出，有条不紊，若托上研究本经啊，可以了解到佛法的全貌。若听闻受持本经，可以得证菩提，一路涅槃门。伊是帮助阮呢，降一个鼻孔出去，当作发王珠啊！你注意有清楚吼，家注意报告间来真明白。总共一句，楞严经是加照呢，阿难尊者，那么。看释迦牟尼佛呢，一问一答，一答一问的状况，所完成的一部经典，伊体材和伊性质就属因的组织啦。那么注意听好，那么当然伊全面所参用的佛理啊，伊范围是相当相当宽的。那么又牵涉到这个咱人自性本体问题，宇宙按照三性的问题。为安怎咱人的生死的问题，要如何在生死当中进入开悟的正果，进入涅槃的问题，种种的铁汤呢，讲讲呢，哇，无微不至啊，讲甲大陆真清楚。尤其呢，楞严经有强调着讲，大地一切有情，人人有一个菩提妙明的本性，也都是有一个佛性就对啦。那么当初是安怎有这佛性？有佛性的当中，又搁对着种种无明呢？有人生梦想呢？这个问题佛祖拢讲出来。那么既然对着这梦想的当中、无明的当中，当然都被这个无明烦恼，所以控制掉的，可以落掉的、拔掉的，因此生死轮回啊。那么既然有生死轮回，就要养来就戒定慧呢，来破除咱人种种的颠颠倒倒、种种的邪见的啊，来净化咱人无真实的妄想意识心。那么专精呢，以深入浅出呢，有条不紊呐、啊，这种大路呢，哦，紧扣很密集啊，哦，密集安打的掉，足有组织性的呢。和你看你家地呢？哦，世间人讲叫做天衣无缝啊，天衣无缝啊，哦，无懈可击啊，讲价非常的深入，大都足分明的。你若读上这部《楞严经》为者，会当了解到如来一代圣教呢，全部的面貌就对。如果若听闻受持这部经呢，对你自己来讲，直接会当证菩提啊！一路涅槃门啊，堪是往自阮的降一个鼻孔呢来出去啊！也就是讲，当自发往自啊，是往三世自阮嘛是以楞严经的道理修个开悟证果成佛的。既然是往三世自阮以楞严经修个开悟证果成佛，当然咱佛的弟子。依照楞严经的方法来修行，有一天咱也开悟证果，堪是往三世诸佛同款的地位、同款的慈悲、同款的愿力、同款的神通，佛佛都同，法法平等啊！
叫做坎佛做港这平江出去，意思讲境界都一拜一拜平定平定呢。东珠发王珠啊，你注意清楚哦。所以听日本法师讲这楞严经，你会起欢喜心。你听你个地用功修道，你会开悟正果，准一路涅槃门啊。所以呢，我要讲话啊，咱修道就是要开悟正果啊，爱明心见性啊。如果呢，你要开悟正果，无仰赖着经典的道理来修，家己妄修邪念，安尼修到尾会出问题啊！严重者呢，走的阴魔，准变安怎呢？帮门做倒去，家己不知不觉啊！所以经典就亲像呢一面镜共款，按照这镜来看，面后乌斑、有垃圾、有灰尘呢，会当切掉啊！就那阵就一面镜呢，这副镜也共款。你也按照经典来甲看，来对照，我修了有问题啊，问路唔对啊，观念错误啊，行为死角差。你家己倒我就讲，切掉掉，净化掉，甲超正。上经研究经典，就是这意思啊。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总共一句，咱修道。就是呢，要让咱明心见性，开悟正果。那不是有着明心见性，有着要正果为者，我讲修道浪费时间，多人浪费时间呢，无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我才想着讲一个开悟的圣经呢，人讲了几句话，伊开悟正果了后，伊才讲出伊开悟的结晶就对了。伊安讲。搬茶运水非别物呢，穿衣食饭亦是他，来来去去不着相，发往出世竟无差。吼吼，水看得有清楚有明辨哦。这个禅师，这修行者呢？有一天在搬茶运水时啊。穿衫裤时，形容种五流。伊讲搬茶运水非别物啊，啥物人去搬茶？啥物人只运水、去扛水、担水？啥物人伫只食饭？啥物人去穿衫裤？唔是别行，原来就是咱菩提本性的妙用啦。如果若失去这妙用的位置呢，那么谁在讲话，谁在食饭，谁在去耕水、打茶、运水呢？无啊嘛，叫做活尸体啊。虽然人有作用，会讲话、会食饭、会打茶、运水呢，会走、会讲话，都是菩提本性。所以我入去啊，所以我人动啊，啪的一声就下入去啊。就是伊味啊，打茶运水啊，非别物，唔是别行，就是清净微妙的本性。穿衣食饭也是他，食饭嘅穿衫裤嘛是迄个物件，迄个菩提本性。菩提本性又果未当讲，看未到、望未到、杀未到，也未当算伊几斤重、几两重，但是总是呢。在生活里面来来去去出出入入啊，这个修行的人呢，出家人开悟入去啊，搬茶运水非别物啊，穿衣食饭也是他，来来去去不着相，一日二十四小时，底下呢来来去去打茶运水，听经闻法，讲经说法，伊未。捉一切相，未染一切相，贪恋一切相，未取舍一切相，以自性解脱。来来去去不着相啊！伊个讲，法王出世竟无差，法王就佛的别名，佛做来人间嘛是安尼尔。
我若受甲讲来来去去不足上位置啊，足就种贪足染掉意思啦。来来去去不足上位置啊，我看佛祖来人间无啥物两样。佛乃卡出来人间，会贪足一切世间的形形色色人事物的位置啊，这个佛也是凡夫众生。同款的理由，凡夫众生那是来来去去被贪足一切相。一切定，一切静呢？人事物未贪足，无染足呢？安尼含十方诸佛无啥物两样，所以佛含众生的差别，只是一个染甲无染、未甲恶的差别而已啊。有见性甲无见性的差别而已啊。你注意在这面讲吼，那在这面讲诶，如本诶在这所在，给你恭喜恭喜啦！世间忽然间呢，欠一人去啊！有人讲欠一人，总去多伊哦，转凡入圣去啊！听有无注意啊？那听有人呢，即马就听有啊！那听无人呢，百千万劫，还搁伫遐糊里糊涂的，搁伫遐作业的，搁伫沉沦的。啥物结束以前，如本，伊慈悲心搁念一遍，互你听。注意听下，好，听你讲得足亲切的。这是一个开悟的圣经，开悟证过了后，发表伊心地讲出来四句偈啊。注意听好，搬茶运水非别物，穿衣食饭也是他，来来去去不得上，发王出世更无差啦。你注意有明辨吼，好，那明辨呢？最后我阁运用一个开悟的祖师呢，伊讲了四句偈，以及四句偈也是不例外，凡夫一点的迷呢，这个迷自业、迷妄，唔知影真理，唔知影真相，以这个迷做了无量业，历数伫十佛界内底。沉沦生死的状况，伊误入去啊，所以讲出四句偈啊。好，注意听哦。开悟圣经言讲，大道将来不言物啊，何有十界已证明？只为众生毕业起，四圣六凡有人生。你注意看了足清楚呀吼。吼、哦，这话讲得较甜呢，足入骨嘞，唔免站处诶，唔免处地，直接就结入咱心座入面啊。大地将来不言物啊，啥个大道呢？道有两款的讲法，以禅宗讲，就是以咱菩提本性来讲，哦，那以咧客观立体性来讲呢，就是一切事理的真相。一切事理真相就是道啦，但以禅宗讲呢，大道将来不言物，是指着这个菩提本性来讲。你本性总是袂当讲，伊是圆的，是扁的，是乌的、红的、长高形的、四角形的啊，袂当讲伊是啥物物件。所以禅师讲一句话啊，说是一物即不中啊，说是一物。即不重啊！哦，你讲伊啥物物件，都无讲着伊是啥物物件伊啊。说是一物即不重啊，讲伊是啥物物件，都已经都无讲着迄个重点，迄、那个物件本来面目去啊，好厉害啊！所以这菩提本性都互你未讲哩咧，但是未讲哩当中，伊就种种的批论，种种的形容，最后就是要毁你的本性，建立的本性。最后就是让你明心见性啊！虽然未讲哩，但是用种种的形容、批论、讲经说法，最后就是让你见性啊！大道将来不言物啊，未当讲伊是啥物件，哦，佮听好哦，何有十界已证明啊？既然见了上十公净土，见了你光明的本性的时阵啊！哪里有这个十戒呢？三个十戒，
四圣六凡，也就是六道众生甲四观的圣人，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畜生、五鬼、六道，以及着佛、菩萨、声闻、幻觉，加起来都是破戒啊！本性都未当碎咯，何况是破戒呢？是破戒嘛，是为凡夫的心哦，看是修行还是无修行，所演化十定的境界。哦，如果心来解脱的位置呢，是破戒同时间消失伫这世间啦呐。是破戒，所以无多消失，就是凡夫的心无净化、无解脱。所以是破戒呢，伊渐渐依怀存在这宇宙世界内底。你注意听，听有清楚无啊？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哦。那么，十法界既然无存在咯，哪来正报甲依报呢？正报解脱，依报就消失了。哦，依报之所以存在，就是正报存在，伊才存在。正报若进入相即空净土、理体光明的本体时阵，依界三无大地。同一时间就消失伫这世间啦，这是每一个佛的弟子啊，爱了解这唯识的思想。注意个听好，只为众生毕业所系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凡夫就起这无明烦恼贪嗔痴啊，当然起这贪嗔痴的无明烦恼，就被这个无明烦恼之业所拔掉呀，困住掉呀。像咧痰啊、吐丝呢，滴家滴白里内底啊。哦，既然痰啊、吐丝白家滴呢，人世间人讲一句话嘛，就有道理呢。伊讲啊，解铃人，亦是系铃人呐、啊。哦，道理同款，家滴用手啊，白家滴，家己到位要安怎透，你比啥物人较清楚？哦。家己做啥物业，你家己清楚，你都要将你业的因，迄、那个根源要透开。哦，安尼才是根本之道啊！众生自业何业不啊？你无自业，当然就是自由人、快活的人、快乐的人啊！所以世间人讲一句话，我听真亲切啊！讲事我真业了，安尼业家安尼含喘气都困难呢、啊。哦，业家有心无灵魂啊，世间人事的业、事业的业、感情的业、做头路业、同事的业，无所不至业啦。有咱业力较低，一个人都好，但是心唔得走对去啊呢。有阵时看去天花板去呢，一看去了后，目睭未转轮，强强唔知阿喘气呢，真硬气呢。呼，这个醒起来了，吼，这严重啊！业界你看麦，看天花板五分钟，目睭未转轮；看伊涂骹落的时阵啊，又果是十分钟，目睭未转轮，定你啊！呼，佮醒起来，这款叫严重重啊！有呢，真正有人呢。所以阮细汉的时啊，阮在宿的父亲呢，阮阿爹呢。有阵时看阮伫安尼，伫安花嫩哦，伫安想讲安吐大气哦，会面你一句话呢？伊讲哦，搞怪囡啊，哦，即句话是较歹听，讲搞囡啊，囡仔人也可能吐大气，有啥物心事啊？哦，吼，伊吐大气是大人的代志，囡仔唔好客串啦，囡仔好好读册读啊，加遐侪心事，其实。伊即句话话中有话啊，大人也讲唔对啊。因为大人有大人业，囡仔有囡仔业，你要相信唔相信啊？囡仔有著要读册，压力偌大呢？高中的联考，大学的联考，哎呦，考架呢？是啊，囡仔强强要倒头栽啊，有啦比大人较艰苦啊。那无艰苦话食呢？每一冬呢啊，大专联考、高中联考。有囡仔要跳海、跳楼、自杀、挂伊手腕的一大堆啊！囡仔有囡仔业，无影业是大人申请专利品呢，人人拢有业。
哦，所以我唔知运用加多迄个字呢，甲讲个跨机，互大家知来讲，哦，业就是意思哦，业就是行为的自作啦。哎，听有无？讲话有讲话业，杀人有杀人业，哦，做头路有做头路业，业是百千态，全方位的立体性的。总共一句，业那当然看天花板十分钟会登轮。那业障当然看地板的目睭袂登轮，迄气头个摇摇哩，阿面加个硬硬呢，莫袂翻魂都转来啊，可怜呢。好，我听技术员讲讲，即类技术你形容你家地啊，非常亲切。北京语讲叫做非常贴身呐、啊，有道理。哦，所以祖师讲啊，只为众生毕业去啊，凡有众生有业白掉的啊。因在讲四性六凡由人生啊，因此才有四性六凡的演化出来。那无业白掉的业应净化呢，大家开悟证过去啊啦。诸位菩萨啊，恁讲敢毋是咧？无毋对啊。好，那么楞严经呢？我大概甲伊即个头前我演讲的动机。甲伊意义呢有六种介绍完毕了后，下面咱正式要讲伊解说这经题，也都是这部经伊题目啦，叫做《楞严经》，要来解说下哦，注意听好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，诸菩萨万行修《楞严经》。这是《楞严经》全部的义眼呐，也就是经题，简称叫做《楞严经》。其实啊，念个遮传，爱像甲倒个念个呢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，诸菩萨万行修《楞严经》，安尼最清楚吼。哦，长噜噜哩，简单称呼叫做《楞严经》。好。那么既然知影经题安怎念了后，咱来解说这个经题哈，注意听好。大佛顶这个大呀、啊，有四种的含义。到底对四种含义呢？第一，密因为大因；第二，了义为大义啊；第三，万行为大行。第四，楞严为大定，安尼叫做大佛顶一带啦。大有四种含义。那么第一叫做密因为大因呐，注意听好哦，听好，进入状况啊哦。好，密因为大因呢，是只有这个发心而言，密因者会有所。秘密也，为佛灵行灵境，非一人的境界，故称密因为大因呐。那我注意听一下，这个发心是指着密因来讲，因为呀、啊，只要讲这个密因呢，是无啥物人秘密唔秘密的，你密才有叫做秘密。当你觉了后，就无秘密可言啦。如果有作用，明心见性啊，见到伊发心本体啊呢，安尼无啥秘唔秘啦。但是对着凡夫众生，阿袂明心见性，阿袂见到伊发心的时阵呐、啊，当然叫做秘啦。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啊，已经呢灵行灵净啊。所以无秘密可言。那么其他阿未开悟见果、明心见性的凡夫众生呢？伊阿未见了发心，当然有秘密可称啊。那么对着凡夫来讲，哦，这个秘密是大咯，唔是小咯，叫做密因为大因呐、啊。如果咱在在座1300几个，听我讲经说法，渐渐。有色入去啊，客入去啊，有花流啊，有明心见性，见到发生的时阵呢，安尼唔是叫做秘密啊，哦，公开啊，
已经明心见性的啊，你是转凡入圣的人啊，甲你恭喜啊！安尼无密因可言呐、啊，无秘密可言。哦，那就像诸佛菩萨呢，用明心见性呢，都无密因啊。安尼最清楚哦。好，第一叫做密因为大啦，因为凡夫对凡夫来讲很严重，凡夫还未开悟本性的，叫做密因为大啦。个第二叫做了义为大义啊，注意听好哦。是指了圆满究竟之义理而言呐、啊，非不了义经。这句话爱甲注意讲清楚哈、啊，这就是讲了了义哦为大义啊。哦，这部楞严经呢是完全讲出圆满解脱成佛之道的大道理啊，圆满解脱法啊，究竟法啊。是善义体啊，所以了义为大义啊。哦，那么其他的经典真正是方便法呢？哦，真正是宽卡之法呢？不能称呼叫了义啊。那么楞严经这部经是完全圆满，所以叫做兼了义的大经典呢、啊？不是无了义的经典呢、啊？哦，那北京语讲过要搞清楚啊。望清楚啊，嘿，你最清楚哦。所以呢，大佛顶这个大密因为大因，称为大；了义为大义，称为大。哎，你最有明白啊哦。哎，个第三观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在阿弥讲第三观以前，我要讲这个了义甲无了义呢，来哦，最清楚。无你唔知啥个了义经，无了义经啊！这道理有了义，有究竟无究竟，有圆满无圆满，咱分未清楚啊！无了智慧眼可分辨呐、啊。来日本呢，利用这大宝积经呢，讲出了义无了义，何注意见证一下哈？注意听哦，大宝积经云：若诸经中。宣说世俗名不了义，宣说圣义名为了义，宣说作业烦恼名不了义，宣说烦恼业尽名为了义，宣说厌离生死处求涅槃名不了义，宣说生死涅槃无二无别，名为了义；宣说种种的文句差别，名不了义；宣说神深难见难觉，名为了义。注意看有清楚无啊？这部大宝积经呢，就讲啊足有段落啊，比如讲在。大圣经典也好，小圣经典也好，遍布三宗十二部经典。如果这经典专讲世俗话，哦，还讲一寡世间法、人天法，讲孝顺啦、啊，讲因果、讲业力啦、啊，哦，还讲一寡世间的一寡人事物呢，这含开悟见果，也无这边缘呐，沾不上这边缘，名为无了义经呢。哦，无了义就无究竟，无彻底就对啦。哦，这无道理成佛的，上这是人天的果报而已。搁听好哦，宣说圣义体，名为了义。教咱如何了解空性的道理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道理。讲涅槃，哦，菩提本性的道理，这叫做了义的经典。这当我们成佛的了义啊！过来宣说自业烦恼呢，名为不了义啊！讲啊，你自业啦，哦，贪嗔痴无明啦，拼性命自业啦，杀盗淫妄啦，哦，骗东骗西呢，烦恼众生啦，这叫做无了义。宣说烦恼业尽，哦，烦恼净化了啊，贪嗔痴净化了啊。名为了义啊，
你佮讲啊，宣说厌离生死啦，处求涅槃，有一个阶层处地。虽然因也对，但是依旧呢，涅槃烦恼不离啊，即更上一层楼更加圆满呢。虽然头前个是一款处地爱当了生脱死的，可是跟圆满之法比较，较量的较低呢，嘛是无圆满无了义啊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。比如讲，人天果报算未歹啊，唔过跟三圣人比较的较低呢。声闻万觉菩萨呢，声闻万觉菩萨了义，人天无了义，佮听好哦。声闻万觉菩萨跟佛来比呢，佛了义，声闻万觉菩萨无了义，所以有处得的。当然，到最后圆满了义是佛的境界啊。那么，这个阿鸾菩萨呢，声闻游玩嗰个白当中，在冲的当中，在修行的当中，伊最后圆满也是成佛的。你注意明辨哦。好，佮听好。宣说这个文句差别呢？这是无了义。那么宣说神深难见难讲呢？免有了义啊。所以讲到最后是大道无名啦。大道是要怎称呼呢？方便讲的啊。法义如是，道理未讲你咧。未讲的勉强讲，那是无在无法多代志。所以呢，开悟见个人讲，什么叫涅槃呢？伊讲嘴怪别多呢，不可言酸，言酸。诸佛菩萨，你也问讲啊，开悟见个如何啊？伊不言不答啊，伊不要你回答，因为开悟见个境界深浅，离言而上，文而上，无法多形容的啊，多强加形容，勉强加形容呢，拢是。好你方便而已，所以讲哦，宣说神深难见难讲呢，名为了义啊。你注意有清楚吼，这点非常非常要紧。好，注意个听好。那么时间已经到了，想要讲的当中呢，时间阁未准，如本愈讲愈来愈精彩啊，愈来愈深入。但是无奈时间已经到，会见下。那明仔在《楞严经》呢？第三讲第三集同时间再会。